不错啊。来，拿把工具来。还没抠呢也不说了。还没抠就不说了。脚踏多行。被这个七彩祥云。你能知道吗？开始啊，效果怎么样？咦，我操，不错呀，这软和是？嗯，上回抠的时候硬。嗯，来的时候都给它整湿了。这个大的啊，咱们看看这大的效果怎么样啊？我操，这家伙的。这都是你的病体呀、啊！这家伙这纸油上长了个角啊，你这个是配像这种哈，里面是透明的，这种是好的状态啊，像这种有黑色的根儿，那就是还有啊，像这种啊透明的，这就是好的。